的Pardusi Vizlamkin今天佛陀天降日，我们祖师就会七千法王的圣像，刚好也是完成不久，今天就是开光。那祖师离我们最近的一尊佛了，那所以真正今天更是属于我们观音山大悲法藏解脱道场的佛陀天降日，我们有双倍、多倍的喜悦还有荣耀。好，我们常德要表证一生。保家卫国的最高成就的这个勋章，就这个宝鼎勋章啊，所以要供养上师。我跟他说这对你意义深重啊，那他是说供养上师意义更深重，那这个代表功在社稷保家卫国的宝鼎勋章呢，我在今天也供养我们的传承祖师就给行宪法王，那不但呢光耀道场，也庄严我们的传承。将就做了都讲